我叫韩如荣，今年21岁，是天津体育学院一名大三的学生，也是这次拳甲格斗比赛唯一代表中国出战的女选手。对，其实跟男生女生没有很大的关系，在我个人看来，我只是很喜欢这个项目，我要去参加。一开始是不支持家里的，周围的朋友大多数都是觉得看热闹这个形式，不去解释，我就干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把它弄好。报中国队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真的什么伤病啊，全都抛在脑后，觉得是热血沸腾，就有一种死在战场上都值了的感觉。